你们写给我的25个字，我都看到了。然后，然后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，其实出道这么些年来啊，也不算长，也不算短。这一路当中，其实遇到了很多人，我也首先感谢你们，每次都支持我，每次开演唱会你们就来听我，每次新直播的时候你们也听我，我觉得遇见你们，我三生有幸。我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来。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就是好好拍戏，好好唱歌，做一个好的艺人，好的演员，好的歌手。如果真的要回报大家，就像那个我兄弟一样，那今天其实也有很多我的兄弟来听我的演唱会，你们就看看吧，看看合适不合适嘛。好，我把我兄弟送给你们了。然后下面这首歌呢，对，今天其实现场来了一个单身狗啊，大家也知道，其实今天来了好几个啊，我的好兄弟，非常感谢他们每次演唱会来都这个排开档期，然后特意来看我，我真的非常的感动，希望不多说了，都在歌里了。下面这首歌是我新歌《Redos》。
never stop it. Even anytime you fall, there is so much love to make you.